是用今早送水的水夫们顺带的新鲜的荷叶熬的粥，酱汁消暑，化热宽中，食之大益呀！有心有心啊！这算算时间，新娘子应该上轿了吧？啊？啊，是的，是的。你赶快带几个人，把那个尹老爷还有尹家的那个管家都给我蒙上眼，哎，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转一转。 上演一出戏，把他们俩给我救回来。啊，明白，去吧，去吧。哎，好。哎，不好了，被我们关在柴房那两个人逃跑了。什么？跑了？我被打昏了，我这个笨蛋玩意儿。走，走，走。
兄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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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
前厅看，哎，好。哎，等等，你一会儿把我骑的那匹快马，马上送到镇上，一个叫四季什么小吃店的。哦，四季笃香小吃店，那家店不熟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要把这匹马亲自交给店主，告诉他，日后有一个叫挑水阿春的人来取，明白吗？明白明白，是。 接下来，别让他们再往武家去了。你傻呀！啊，前些日子咱们不是商议过，要把尹晓东除掉吗？你忘了大局说什么了？把他嫁出去，让他彻底成为外人。明白了吗？不是，那个……那就将错就错，将尹晓东嫁给武介东，那不正合了咱们的意吗？ 老爷那儿怎么交代？这个官怎么过呀？就说你们回来晚了，那个花轿已经去往武家了。哎，夫人，这可不成。我和老爷啊，就是从武介东他们家逃出来的。这个花轿要是早就从尹家门出去了，我和老爷肯定在半路上就碰见了。而且啊，老爷要是随便问这一个人。 就会知道这个花轿什么时辰出的尹家这个门儿，那就干脆，有话就直说。秋荷跟咱们是一条心的，快说。夫人，您不是说过，想要在尹家真正的开心做主吗？是啊。 所以必须除掉尹晓东这根大刺，那不够，要拔就连树根头一块儿都拔了。
你是说？对。除非您舍不得老爷。虽然说老爷平时由着夫人，让着夫人，但是这回夫人您不肯花20万赎金去救老爷，却逼大小姐嫁给武介东，您说老爷能咽得下这口气吗？老爷要是知道我们故意不来花轿，让尹晓东被武介东给糟蹋了，那老爷一定会把我们这些人和娇娇小姐一起赶出尹家。哼，到时候您别说您想在尹家真正快意做主了，我想您在当地要饭恐怕都难了。小童，闺女你醒醒啊，醒醒，小童醒醒啊。啊，醒了，闺女你吓死爸爸了。哎，爸，哎，爸，我是不是在做梦？没做梦。爸，爸爸回来了，这不回到自己家里来了。哎，闺女啊，我听定伯说你为了救爸爸要嫁给吴介东，傻孩子。小东，爸，爸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蝶秋姐带我嫁进了武家，再把您换回来了？孩子，你越说我越糊涂了。我没有碰到蝶秋啊，我们是被一个叫宋水阿春的人给救了。宋水阿春？对对对对对，一个挑水夫。挑水夫？啊？怎么了你？啊？曾对天起誓，谁要救回爸，我便嫁给他。哎呀，否则必遭天谴，我雷轰顶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誓言的事情就不要当真了啊。好了，可是，不不不不，这件事情就这么办了啊。哎呀，哎，你刚才说你的蝶秋姐姐带你嫁进了武家大门，怎么回事呀？这只是我的猜测。表姐将我弄昏后醒来了，啊，却不见凤冠霞帔。是你蝶秋姐姐带你上了武家的花轿。哎，等等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赶紧，咱们赶紧上前门或者前厅去看看。哎呀，不行啊，你现在迷魂药劲儿还没过呢，躺下好好休息，好好休息啊。躺下，听话听话，爸去看看啊。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夫人，夫人要去寻死啊！你说什么？夫人见了秋荷，知道老爷回来了，心里万分高兴，但是怕老爷怪他不肯花20万赎金去救老爷，却逼得大小姐嫁给武介东，心里觉得愧对老爷，一路掉着眼泪去后花园了，说要以死谢罪啊。老爷，愣着干什么呀？快去救他呀！是。想不开呀，怎么了你？走，老爷，我不想回。走走，咱们先回去。我不想回。夫人，咱们先回去。你不要闹了，走，咱们回家去。啊！我这就救你上来。
束缚了。我说的你都记住了？哎呀，都记住了。您把马交给我，先替您照顾着。有个挑水的叫阿春的来找我要马，我就把马交给他，是不是？嗯。哎呀，您放心，保您满意啊。定伯，哎，您的葱爆羊肉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师傅，师傅，您快出来看，尹家的新娘和五家游街跨喜的迎亲队伍啊，朝咱这儿来了。老爷跟邱管家就没拦住花轿。你看着点啊。哎。莫老弟，失败了，没把尹老爷救出来。爹，您在说什么呀？哎呀，我在说什么？我说老天不长眼呢。老天不长眼。莫非莫老弟被害了？哎，怎么会这样？莫老弟，凤春哥。哎呀，你没事吧？我不明白，我明明已经把尹继平救出来了，他为何还让女儿上武家的花轿？啊！你把尹老爷救出来了？啊！我还把马借给他了呀！啊！这，你就是那个卖水阿春啊！哎呀，尹继平把我的马还给你了？哎，那个尹老爷的仆人，那个定伯把马还给咱了。那就奇怪了，这尹继平明明已经脱险平安回家。哎呀，该不会这尹老爷从后门进，这花轿从前门出，是正巧错过吧？哎，不对呀。这也来得及追上？哎，会不会是那个武介东啊？他要面子，抬着空轿假装的，摇一摇啊！不是空轿，那是你家的大小姐随身婢女小兰，我在楚王见过，这不奇怪了吗？不成，我得通知你家大小姐，她父亲已经平安脱险，我得让她赶紧下武介东的花轿。来，拉车！停轿！停轿！别闯祸！停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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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事啊？大小姐，你父亲已经被我救出平安脱险，你不许上武街东的花轿，你给我快下来。大秋，富春，怎么是你啊？干什么的？你，大秋，过来过来，快点，大秋，干什么？大秋，走。大秋，哎呀，走，快快，快走，起轿啊！快点快点，快走。地球，快点，快点！地球，快点！地球，你快下来啊！你下来！地球，地球，小子，闲事儿，老子连你一块揍！好吧，哼，走，我们去。哎呀，哥。听贵叔讲，护院镖师绝对不愿意介入雇主对里对外的人情世故和争端。子夏好奇。与雇主相处久了，难道不会有感情？从来都不会因此而破例吗？一行有一行的规矩，江湖有江湖的道义，我们必须严守情发有止、非礼勿为的底线，万万不能介入雇主对里对外的人情世故或者争端，哪怕就是看到雇主责打下人，老爷杖打少爷，我们也只能是视而不见。我们不是保镖，就是亲眼看见少爷与人发生冲突，我也只能不管不问，这就是规矩，不能破。上回童师傅出面调解并解决我与武介东的冲突，倒真是极难为童师傅了。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好，出了这片竹林，再过一座桥，前面就是武家的地界了。少爷，我们这次是来做客的，希望少爷不要再和吴杰东他们发生不快了。您放心，今日我是来参加蝶秋舅家表妹的婚礼，
纵有不快，也会迎刃，绝不行事。那就好。五舵爷正是误食了这野鱼的敬业，才中了毒。这毒轻者让人喉舌发痒，严重者可使人窒息、心脏麻痹而死。我说呢，若是有人想要毒杀我的话，为什么不下更毒的药？哎呀，也不知道是哪个挑夫诚心害我。哎，多爷，您误会我了。大夫，我爸中的毒不算严重吧？严重不算太严重，不过还要卧床好好休息几日。啊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哎，慢走，慢走啊。现在是不是借新娘的时间到了？可是尹继平他跑了，不见了尹继平，尹家大小姐她肯进门吗？这样，我有个法子，你马上到城外的桥上，把新娘子请下了轿，让空轿子由正门进入，引所有的贵宾全入主屋，然后带新娘子悄悄地从后门进入，再找一个婢女穿上新娘子的凤冠霞帔，与我当众拜堂成亲。哎，反正她盖了盖头，挡住了谁也不知道她是谁，长什么样。是。等我病好了以后，再跟这个尹晓东圆房，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，他不想姓吴都不行。是，爸，别再造孽了。您都这样了，我求您了，别再造孽了，放过尹家大小姐吧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已经广发喜帖了。请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这时候新娘子不见了，你叫我这老脸往哪搁？往哪搁？混账，还不赶快去啊！是，您这样会有报应的。你说什么？你咒我？你敢咒我？你敢咒我？你还是不是我儿子？混账！我不是咒你，我咒我自己。我真愿上天有报应，但别报在您的身上。我是您儿子，就报在我身上吧。我替您生，我全部替您承受，好抵消您的罪恶。滚！先请吧。不，你得该让花轿先请。无妨无妨，两位先请。好，客随主便，那咱们就先过去吧。就有点怪异。非常怪异。一般隐妻最忌讳的就是中途停下，而且过了这座桥就是武家的地界了。他们为什么要在桥头停轿？
邪人邪道，非我们所能解吧。不管他们，也不是咱们能管的。说的也是。将，哎，请新娘子下轿。那么大声干什么？真是的。请四太太下轿。去，把四太太扶下来。为什么要在这里下轿啊？这是杜爷的意思啊。说好了，不见我爹安好，我不下轿，也不入你母家门。你是爹？你说什么？殿下！殿下！热油烫的就过来，多多别拦我！王虎尊，你小子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抢亲！你敢？你叫我死啊你！怕热油烫的就过来！让开！叫！富春！不许动！子夏，怎么回事？轿子里的新娘不是尹小冬，是狄秋啊！你说什么？轿子里的新娘是狄秋？怎么会？狄秋怎么会在武家的花轿里面？我亲眼瞧见狄秋就坐在花轿里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是不是我胡说八道？打开轿帘，请新娘揭开红盖头，一看便知。臭死你！新娘子的红盖头只能在入洞房的时候由新郎官亲手揭开，新人在迎亲途中任意揭起，让人观看呢。那就请轿中新娘说两句，出两声，好让我们分辨下。狄秋，你们两个这是吃了豹子胆了啊！先对着新娘子，你们也敢调戏啊？真是活腻了！给我打，给我杀！让开！给我让开！我劝你们赶紧弄清楚，花轿之中的新娘到底是不是尹小冬？如若不是，你们将她迎娶回武家，武介东也绝对饶不了你们。别动了，狄秋。尹家的老婆定国已经把你和你表妹尹小冬的事都告诉我了，他也认为你是为了报答尹小冬对你的好才冒充新娘上的花轿，但现在定国也亲眼瞧见你舅舅尹吉平平安回到尹家。狄秋，赶紧下花轿，揭开红盖头，让他们瞧瞧你是那狄秋，不是尹小冬。狄秋，我确信轿中之人便是你。一来父亲没理由编谎来骗我，二来你若是尹小冬，你早就已经出生，所以我相信你一定是蝶秋。蝶秋，请你赶紧出轿，跟我们回楚庄。蝶秋，我再让你看一样东西。别过来啊！蝶秋，什么东西？这块表是你舅舅的怀表，你应该见过吧？我把你舅舅从武介东家里救出来，是他给的我这块怀表。蝶秋，你赶紧瞧瞧啊！他妈的，原来是你放走了尹吉平啊。蝶秋，你听到了吗？武家人已经亲口承认富春所言不假，你舅舅已经安然无恙了。小冬啊，不是啊，不过她也是杜爷极喜欢的女人，咱们把她带回去将功补过。好，女的活捉，男的往死里打，给我杀！你们站住，别过来啊！六月雪，万军刀锋。
今天啊，真是令人高兴的日子。蝶秋，蝶秋的表妹，蝶秋的舅舅，全部都安然无恙。今天我们大获全胜！能当得起圣字的，只有你和蝶秋两个人。你救了蝶秋和蝶秋的舅舅，而蝶秋救了你我。而我呢，何其有幸，可以同时拥有你们两个友人。哎，何其有幸呢，不是你，是我。我何其有幸，救了蝶秋的舅舅。所以，蝶秋的舅舅肯定不会反对我跟他的亲事，对吧？哈哈哈哈哈！哎。咱们挑个好日子，子夏，你当我跟蝶秋的媒人，咱们呢上蝶秋的舅舅家提亲，好吗？这事应该问子夏，他愿不愿意做我们的媒人，愿不愿意陪你上我舅舅家提亲，你应该问他，不应该问我。子夏，你这老小子，如果你不答应，我肯定劈了你。子夏，愿不愿意当我跟蝶秋的媒人，上蝶秋舅舅家提亲？啊？我能说不吗？你能说不吗？好像富春逼你似的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直心直白的说。既然富春真心愿意娶你，你又真心愿意嫁他，那我何尝不愿意当你的媒人，不愿陪富春上你家提亲呢？我愿意。哇哈！太好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好极了，越快越好。就让子夏当我们的媒人。向我舅舅家说亲提亲，越快越好。太好了，我是全天下最幸运的男人。太好了，哈哈，我是全天下最幸运的男人。太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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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全天下最幸运的男人。真奇妙，假到真实，真亦假；真到假时，假亦真。蝶秋，你使的是何迷香啊？为何能使人倒而马不倒？这香名为万钧倒，原打算用于战场，其妙用，能使人倒而不伤战马。也就是说，可以使人倒而戮其作骑，所以又称为马不倒。后来制香者怕此迷香贻害无穷，便匿而不用，匿而不传，但却传给你。只传于你一人。据当事人所讲，就只传我一人。回访仇家寻仇，我这姓名以及与这门迷香的关系，万不可让第三人知道。明白。蝶秋，传给你这门技艺的，就是你的香道师父。见过王爷，见过福晋啊。阿玛，为娘。
秋啊，何时能为阿玛制香药啊？出去，阿玛和姨娘都出去。楚师傅说了，这枚香药是秘密，除了我和楚师傅，谁都不可以看。出去，出去嘛！好好好，啊，出去啊！好，王爷慢走啊，福晋慢走。
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舅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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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回来，你回来，舅舅。阿庆，你，哎呦呦，对不起，警长先生。这，哎呀，警长先生，是这么回事，我们的眼睛一直被蒙着，我们也不知道身在何处。后来这绑匪呢，一直就没拿到赎金，就把我和老爷呢，全装在这个麻布口袋里了，给沉了江了。别！哎呀，行。哎，别哭啊！接着说。幸亏老天垂怜，我沉了江以后，那个麻布口袋就被瑞石划了一个大口子，我就在这里游出来以后。夫人，子英，请你来，是有件事我要拜托你。帮我筹备婚礼，我跟蝶秋的婚礼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蝶秋已经亲口答应我了。我只是说让子夏做我们的媒人，到我舅舅家说亲提亲，可是我并没有说现在就要去办婚礼。啊，那也是过场之意，舒梅纳彩也是婚礼之一啊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说媒纳彩正是六礼之一。哎，哥，你什么时候到尹家帮富春哥说亲啊？我帮你们准备纳彩礼物。我，说媒纳彩，越快越好，就今天吧。今天？今天不成，我爸今天回来，贵叔已经去接我爸去了。啊，师傅要回来了。嗯。太好了，爹舅，你懂香道又懂医道，师傅一定会喜欢你的，让师傅当我的证婚人就再好不过了。子英，你帮我想想，小梅纳彩需要准备哪些东西？好啊，我待会儿就帮你去问问。我想我们应该会去买点东西。我们可能要找一个媒人，所以你帮我们准备一些东西。少爷的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我知道了，童师傅，马蝶秋，万钧岛。是啊，那姑娘还说，传授她香道和医道的师傅，也是屠杀她父母的仇人。该来的还是来了。爸，哎，爸，你回来了！哎呀，几个月不见，子英是更加漂亮了。爸，你骗我！哎，爸发誓，说的都是实话。还是爸最会哄我了。子夏呀，爸，你的身子怎么样了？无恙了。啊，待会儿让我把个脉。哎。富春，拜见师父。哎，不行，大礼，不行，大礼。哎呀，我们有好几年没见了吧？五年。娶亲了吗？还没。不过师父，就等您来证婚了。哦。我带我的新娘子给你看看。蝶秋，来，子夏的父亲，我的授业恩师。新娘子，那蝶秋。啊，那姑娘，是你。
见过吗？我们何止见过，你不认得，可我一眼就认出了你。好猛啊！你就是杀害我父母的凶手。帝秋，你恐怕是弄错人了吧？他化成灰我也认得，他就是杀害我父母的凶手楚仲轩。原来是，哎呀，姑娘，你果然认错人了，错把我当成我的双胞胎弟弟楚仲轩。我叫楚国英，楚仲轩是我的双胞胎弟弟。爸，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你还有个双胞胎弟弟呢？啊，那是在你出生之前，咱们家就同他断绝了关系。当年我父亲在太医院里任医官，除了教授我们兄弟医道和香道以外，还希望我们能够继承他的衣钵，随他去太医院。却没想到我那双胞胎弟弟楚仲轩却早早地加入了革命乱党，受革命乱党的蛊惑，口口声声要推翻满清。我和我父亲怕受他连累，所以彻底地跟他断绝了关系，人前人后从来不提他的名字，从此跟他也再无往来。后来听说他去了国外，到现在也不知道是生还是死了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是误会了，蝶秋，误会了。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他编出来的说辞？我爸的确叫楚国英，他不叫楚仲轩。也许楚仲轩是他的化名。那你这么说不是让人无从辩解了吗？那阿姑娘，你可告诉楚某，楚仲轩与你为何有不共戴天之仇？敢问姑娘，你是何身世啊？那姑娘是本地富商尹继平的外甥女。却为何楚仲轩要毒杀你的父母呢？你真的不是楚仲轩？我叫楚国英，楚仲轩是我的双胞胎弟弟。我便暂时相信你，不过我对你仍有怀疑。哦，我不怪姑娘，换了谁也不能就此信了伯英。但愿姑娘仔细观察，当可看出我和楚仲轩之差别。爸，那姑娘她识艺全，琴棋诗书画，相厨衣茶花，我特别礼聘她为我们家的艺道老师，常住在我们家。哦，哈哈，那太好了。那姑娘，可否我拜你为师，教我琴棋书画，愿意不愿意收下我这个徒弟啊？啊？不敢，愿向伯父求教。你客气了。爸，您应该已经累了吧？有什么话以后再说吧。啊？啊，没事，我待会儿要给子夏把把脉，别忘了啊，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这事儿。子夏，我看看舌苔。啊，脾肾阳虚，邪毒内侵，寒邪克于主脉，不过眼下尚无大碍，我会用扶正、固本、驱邪的方剂为主给你治疗。贵叔说你先前昏迷醒来之前
举止行为跟婴儿似的。富春说，以西医学讲法，我可能是得了多重人格分裂症。你当时可有人告诉你，你是受什么事物和什么事情所引发的呢？没人知道，我自己更是不清楚。你当时和谁在一起？据小雪说，只有蝶秋。丁香花的香味能令人感到轻松，并因此勾起对美好事物的回忆。蝶秋，楚少爷，有事。我父亲想要了解，当日我昏厥醒来，言行举止却像个孩子，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，受到什么所引发？据小雪所说，当时只有您在我的身边，所以我想请教您，能否告知我一二？那天我什么都没做，只是看您好像做噩梦，大汗淋漓，我就用手巾帮您擦了下汗，然后您突然抓住我的手，惊叫着妈妈醒来。就是这样，就只是这样。是的。蝶秋，你非要对我这么冷漠，口口声声称我为楚少爷吗？你不也一口一个您，把我当成初相识吗？是你不该。我不该什么？你既然爱的是富春，你就不该。你就应该把我推开，不该接受我的拥吻。原来我在你心里，就是一个那么不知廉耻的女人，可以随便让一个男人拥吻吗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那天你才跟我说，你永远都不会忘记这河畔的美好。到老不相忘，但是一转眼你就投进了富春的怀抱，你任由他抱着你，任由他吻着你，你们还相约着互数彼此。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我你既然都已经这样以为了，那我也没有什么解释的必要了。那天是富春他误会了我的言语，把我对他的夸赞当成了爱意，还没等我说明就抱了我吻了我，然后又说要跟我互数彼此。这个时候你就出现了，你呢，你就把我当成一件物品一样给推了出去，说什么希望我跟富春能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还说什么在楚庄帮我办一场风风光光甜甜蜜蜜的婚礼。是你把我的心都伤透了。你为什么不说？你当时为什么不说呢？难道要让我狠狠地刺痛富春吗？当着富春的面，我能说什么？那时我的心全乱了，真的，我的心全乱了。当时我以为你真心爱着富春，我看着富春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是那么的好，你们俩是那么的般配。我除了强颜欢笑祝福你们，我除了强颜欢笑说些违心之论，我能说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还能说什么？你就不应该说出那样的话。你让我觉得我就是一件物品，可以随时放弃，随时让出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。没关系，现在不会太晚。我去同富春说，我去同富春解释。你别再去了。既然事已至此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去伤害一个无辜的他？那难道？难道你就真的要嫁给富春吗？我已经答应富春，要做他的新娘，就不能走。子夏，你是他的好兄弟，我是他的好朋友，难道我们能一起骗富春吗？我知道的，可是你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我痛，看着我苦吗？我。怪我们太不了解彼此，不气成精明。既然是我们自己种下的苦，就让我们自己来承担吧。里面有一架钢琴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弹钢琴给你听，让你换个心情。啊，走了，走。嗯，看到你的继母和邱管家杀害了你的父亲尹继平，是，这人命关天，啊，杀人偿命，这可不是你随便说说的。你还有什么证据和证人吗？证据我没有，但我有证人。是谁啊？卖水阿春。卖水阿春？等会儿，咱们这儿有一个叫卖水的阿春吗？这一带挑水卖水都认识，没有一个卖水的叫阿春啊！听见没？啊，咱把全镇挑水的都打听了个遍，哪有一个卖水的叫阿春呢？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你可是我爸确实是这么告诉我的，他跟我说是一个叫卖水阿春的，把他和邱管家从武家救了出来，他确实是这么告诉我的。你爸已经失踪了啊，现在是下落不明，我上哪去求证去？要不我们上各家饭馆查楼问问，他们是最常买水的人，或许有人会知道呢。
求你了，警长，求求你了！啊，走走走走走。雅间有座，哎，来里边请，哎，请，强请，来，哎，有座啊，雅间有座，来，请，哎，常来啊，哎，过来，黑牛你过来，哎，你知道有一个卖水的阿春吗？不知道，你再想想，你再好好想想，不认识，真不认识啊？不认识，绝对不认识。走，我好，慢走。哎，我说刚才那个结巴警长找你干嘛呢？他呀，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叫卖水阿春的。那你说了，我怎么可能告诉他卖水阿春就是莫大侠呢？再说了，警察找人必定没好事，我可不傻。不错，干活去啊！警长，是小小姐，但到此为止啊！您听我说，我又想起了一个人，他能证明我父亲和秋荷早已平安回家，没有被绑匪掳走陈家。行，行了吧？你是不是又给我整出一个卖水的阿东啊？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别再来打扰我了。不。这个人他不难找，他就在我们尹家，他能证明秋荷跟您报案说的话全都是谎言。谁啊？是我们家看守后门的老头呀，定国。马车到了，定国。哎，前面拐弯处就是往日拿蝶秋挑山泉水的地方，从今以后啊，这山泉水的活就由你来挑吧。嗯，一个星期两次啊，虽然这个辛苦点，但是比你天天看着那个后门要强多了。那是，不像我这以后啊帮夫人上山采新鲜山笋喂鸡的工作也落在我头上了。往好处想，能往这郊外走走也挺好的啊。是啊，那是什么？你是说我跟邱管家还有大菊联手溺死了你的父亲？哎呦天哪！小东啊，我知道，你是因为你父亲被绑匪给陈江了，心里啊过于难受。可是我真没想到你会病得这么厉害，你简直是胡言乱语啊你啊！你是不是发烧烧坏了脑子啊？哎呦，让我看看。你这个恶妇，就是你和秋荷还有大菊在后院的池塘里把我父亲溺死了。不是，就是你们。周东，给我住手！我要住手！冷静啊！哎，把你们家看后门的这个仆人给我找来，我有话要问他。他不见了。不见了？是上哪去了？我们家仆人都去江边找我们老爷，唯独定伯不见了。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在河边发现的，被装进麻袋沉江的尹继平的尸体。
这依我判断，尹大小姐是已经得了神经病了，你们就好好的照顾她吧，就别老让她去乱报案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她，给她请最好的医生的。诸位辛苦了。大热天的，给弟兄们买碗凉水喝。拿着。你们就节哀顺变吧。这吉凶的工作，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啊！非抓住杀害尹老爷的凶手不可。谢谢，你一定要替我们老爷伸冤的。谢谢你。好，走了。帮我想想，怎么对付尹小东这个臭丫头？不能用对付定国的方法。这个时候，大小姐要是再失踪或者发生意外，那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。那就真的将她逼疯，让她说的话再也没人相信，最后让她发生一次意外，也就自然而然。走。往哪儿跑啊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抓紧他！说神说鬼的人胡扯，没这回事啊。师父，地球，能帮我加块肌肉吗？爸爸，还想吃什么？女儿服侍您。好啊，只要是爸爸平时爱吃的，尽管往里加。吃吧，啊！哇，你看这道菜，多吉祥啊！鲤鱼一对，代表永结连理。地球，你我该抢先啊！来告诉我，那个富春要娶的女人，那个拉蝶秋，
你们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爸一生阅人无数，却是第一次看见像你和拿蝶秋那种难以言喻的眼神。你们像是彼此逃避，又像是彼此不舍。你们俩眼神交汇的刹那，就像是相互痛惜远去的恋人。你和拿蝶秋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原来你和蝶秋富春有这段纠葛。是。而你决定退让了。我不得不为了朋友之意，这也是蝶秋的抉择。女人心海底针，男人最难以了解的就是女人心。你怎知蝶秋嘴上这么说，她心里就这么想？你怎知道蝶秋不是希望你能真的证明你对她是不弃不舍的呢？爸的意思是，我不敢贸然肯定你这么轻易地放弃蝶秋才是对蝶秋最大的失望。难道我要同富春争？男人有三不让：祖坟不让，功名不让，老婆不让。可也不能失了朋友之意。那是你自己斟酌吧。胃口不好，没吃什么。我让厨房煮了银耳莲子羹，帮你补气润肺，去燥热。来，子英啊，你向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说吧，如此殷勤，必有所求，直说你的来意，啊。爸，有话直说，不需绕弯子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子英也不小了。是啊是啊是啊，我的宝贝女儿到了该嫁人的时候了。说，有中意的对象吗？好，除了你子夏哥之外，只要你中意的人，不管他是谁，爸一定尽力尽全力成全你。为什么不许我跟哥哥嫁给哥哥？我跟他又没有血缘关系，为什么您就不愿意？为什么爸？告诉我呀！爸跟你说过两次了，爸希望你跟子夏永远保持兄妹的情谊，兄妹的关系。这根本不是什么理由，你为什么就一定要坚持我跟哥哥是兄妹关系呢？哎，这女儿不比儿媳妇更亲吗？啊！可是我又不是你的亲生女儿。啊，爸难道没有像亲生女儿待你？爸，我真的很喜欢哥哥，我不想离开楚家，我不想离开哥哥，我更不想离开你。难道我这样想错了吗？我这样想不该吗？除非
我跟哥哥其实有血缘关系。没有，你跟子夏毫无血缘关系，一点也没有。那到底有什么事情是你不能告诉我，我就不能知道呢？爸，你总得有个理由，有个原因吧？为什么我就不能嫁给哥哥呢？现在婚姻已不是由父母做主的时代了，爸不能因为你喜欢子夏，就强要子夏娶你为妻。好，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我现在就去问哥哥。如果他不反对的话，如果他愿意娶我的话，那你也没有理由反对，对吗？我现在就去问他。夏夜露水重，贪凉容易引起伤暑，会导致头痛身痛的。嗯，谢谢你。今晚让咱们一起当小偷吧。你看月色绝美，咱们就当一对偷盗月色的雅人。哥，一起共饮无情水，尽情喝他个醉。怎么了你？我看你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喝酒，我心里不忍。今天就让我陪你喝酒，陪你说说话，陪你喝醉，陪你傻，陪你醉。子英，你怎么能这么喝酒呢？你不是也是这样喝酒的吗？我，子英，你心里愁闷，我心里苦。同为失意人，你为了蝶秋，而我却为了……为了什么？你应该明白啊。我不明白。子英，那我说个故事吧，让我演个舞剧给你看。这故事到底该如何说起？个傻女子叫子英。原来今晚的雅人不止我们两个，还有个傻哥哥叫做子夏。话说他们俩是兄妹，却毫无血缘关系。
知道。知道。直到有一天。那个傻女孩。她发现了。深深爱着跟他毫无血缘关系的哥哥，是枝非离，勿作离。子英，你疯了吗？我是你哥。哥，我们只是相称为兄妹，可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啊。我可以喜欢你，我好喜欢你，哥，我喜欢你，哥，哥，我真的喜欢你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哥。子英。子英，子英，你听我说，哥希望我们永远维持这样的关系。我不要。哥希望我们永远是兄妹。不要。哥希望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妹妹。我不要。我不要。哥。今生最美回忆，无怨无悔，真可惜。这有道是，茶与水必须用火热经过滚沸以后才能相融。紫霞跟紫英经过今夜这番火热甚至滚沸后，他们俩也由兄妹变成了情人。看来楚庄啊又要有好事喽。也许紫霞、紫英、你、我，我们四个人，我们可以在楚庄一块儿成亲，这样就更热闹了。除非能够证明子夏的父亲并非杀害我父母的凶手，否则我不可能在楚家成亲。你还在怀疑我师父是凶手？是，我仍旧怀疑楚伯英就是楚仲炫。富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如实回答。你说楚伯英他是用左手还是右手？我师父是左手，是个左撇子。那就没错了，他果然是楚仲炫。这从何说起？楚仲炫他就是个左撇子。但我师父也说了，他们是双胞胎兄弟，也许两兄弟都惯用左手，都是左撇子啊。如果他不是楚仲炫，他为什么今天晚饭时候又掩饰他是左撇子的事实？这明明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，欲盖弥彰。其实楚伯英他就是楚仲炫。帝秋，这也不能定案。你说这杀父仇人是我师父，是子夏的父亲啊。富春，如果你真想证明你师父的清白，请你帮我一件事情。怎么帮？帮我进入饮醉楼一探究竟。饮醉楼？我怀疑饮醉楼里有我想知道的秘密。
这楼上有亮光啊，师父在饮醉后，看来今晚咱们是进不去了。你怎么知道这楼上的是楚国英而不是贵叔？师父在庄里，贵叔便不进饮醉楼。那看来这饮醉楼里的秘密也应该在楼上，把秘密藏在楼上是多数人的习性。有可能。那今天就是进入饮醉楼的最好时机。这颗小石子，然后依照我说的办法。身上的气味，别不正经。依照我说的办法，我会被你害死的。你够机灵，你闲呢？女人称赞男人时，就是男人弱智的开始。春呢？怎么样，摔伤了没有？师傅，你怎么了？我前日啊扭伤了手臂，现在还没好呢。啊，这大半夜的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慢跑呢。慢跑的习惯呢，是留洋的时候养成的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真的没事儿？啊，没事，不碍事。师傅，那我继续跑了。别再摔伤了。好，好嘞。我进饮醉楼之后，你将门锁虚扣，以防楚国英发现掉了钥匙，突然折回头。万一有状况，我学猫头鹰叫。别学猫头鹰叫，明显人学得像。那怎么办？向二楼丢开小石子即可。对呀，你最聪明了。小心啊！习惯夜里慢跑。不对，这不正常啊，这富春一路跑来脸上一点汗都没有。我的钥匙。爸，爸，你怎么也来了？也
我刚才在隐醉楼前碰见了富春，只有他一个人，还有谁该宰？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我不明白爸的意思。那你为何来此？随心散步，怎么了？我怀疑富春摸走了我隐醉楼大门的钥匙。啊，也有可能是我不精心掉在路上了。这是我刚刚掉落的钥匙。啊，难怪师傅您回头了。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师傅，我在练跑步，来来去去折返跑，运动量才够啊。子夏，你怎么也来了？随心散步，没什么。啊，这样，那正好。师傅，子夏，咱们三个一块跑步，锻炼身体啊。走。你就别折腾我了，我刚刚洗完澡。别再折腾出一身汗了。怎么样？想跑步的跑步，想散步的散步，别管我，我想回去了。那师傅您早点休息啊。哎，子夏，送师傅回去，我继续跑步啊。这样吧，我留下来陪富春跑跑步，练练身体。啊，不好吗？好，这样非常好。好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好，师傅，您慢走啊。哎，子夏，咱们来跑步，好吧？我们从这跑到大门外，比比看，谁先跑到啊？别说我欺负你啊，我先让你20公尺。预备，跑！不跑啊？好玩吗？你想诓我傻傻的往前跑，让我尽快离开此地是吧？子夏，我跟随父亲前来是要掩护你的，你们俩就不用再瞒着我了。蝶秋此刻应该还在隐醉楼里吧？好了，主角出场，我这个跑龙套的也该回避了。你们慢慢聊，我慢跑去了。不要怪富春，这都是我的主意。知道。今晚我无意中听到你们谈话，知道你要夜探隐醉楼，但是不知道你找到你想要的秘密了吗？没有。
不过，隐罪楼乃是楚庄的禁地，除了桂树以外，我父亲严禁他人进入。希望你不要坏了这个规矩。可是我仍然怀疑，你父亲就是楚仲勋。也许隐罪楼里就藏有我想知道的证据，能证明我的怀疑。结果呢？里面有一个密柜，我没能打开一探究竟。所以因为这个密柜，你还会再探隐罪楼是吧？如果你父亲真的是毒害我父母的凶手，那你会不会让我报这个仇？那时候你会不会为难我？哎呀，你们还在谈呢？那你们继续谈，我继续跑。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我希望你也不要让我为难。宁可一不是，不可两无情。怎么，你们谈僵了？地球，难道有朝一日，我和你竟然要两相为敌吗？你怎么这么对待子夏？是为了我师父？是。如果楚伯英就是楚仲轩，那子夏就会成为我不共戴天的仇人。若子夏阻止我报仇，他就会成为我的仇敌。我若报了仇，就变成了子夏的杀父仇人。你说我和他还会像之前那般言语吗？若我师父不是楚仲轩，那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我再向他报以最诚挚的歉意吧。如果真有这么一天，这万一我师父子夏的父亲是你的仇敌，那岂不是儿子看婆媳吵架两头为难？富春，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我希望你能站在子夏那一边，因为毕竟你跟楚家父子有这么多年的深情厚谊了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你是我未来的媳妇，是我孩子的娘，是我孙子的奶奶，是我们墨家子孙千秋万代的大祖宗。依这么推算，这亲上加亲谁都比不上了。又没正经了。说正经的，我们何时成亲？先立业后成家。哎，我正有这种打算呢。我打算开一家西医诊所。西医诊所？是。你有开业资金？我先向子夏借。没出息。这子夏不一样，不是说朋友有通财之意啊，无可厚非。可是我不想你跟子夏借钱。啊，我明白了，毕竟这子夏曾经是我的情敌，这我创业成家还得跟他借钱，也会让我媳妇儿不光彩，是吧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怕如果我跟子夏真的成了仇家，那将来会恩怨难解。好，那就不向子夏借钱，我自个儿想办法筹措这笔钱。该怎么操作呢？我可以找你舅舅投资啊。这是我在五街东家救出你舅舅的时候他给我的怀表，他说这个金表你先拿上，这是马儿的押金，日后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到我府，马儿还给你，另外我再给你3000大洋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呢。这怀表值3000银元呢。啊，不过呢，我不打算拿这块表到尹家林赏钱，我准备找你舅舅啊
谈这个西医诊所投资的事，将来如果挣到钱，利益共享，如何？你是我舅舅的救命恩人，你找他投资，我不反对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这么决定了。如果你舅舅愿意投资我，那就太好了。毕竟你舅舅就是我舅舅，将来这个西医诊所赚了钱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是吧？这块金表是小东送给我舅舅的生日礼物。我离开尹家这么长时间了，也该回去看看了。躺在床上就没有铜板转喽，揉揉搓搓就好了。那哪成啊！来，我背你回去。不，小姑娘哪能背得动呢？我们家离这很远很远的，别说是你了，就是小伙子也背不动的。不行，哎，老婆，你让我扶您回去吧。来，站好。哎呦，你成天背着零嘴跟着他，你会不知道他在哪儿吗？倒是，而且这让我从点心房搬更难两份糕点。可是我从点心房里回来就没见着二小姐，我真的不知道她去了哪儿。秋荷，你赶紧去找昭昭，她从来没有在这个时候不回来过。我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了。好，我马上派人去找。啊，快去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找啊！是，夫人。夫人，尹小东现在不吃不喝，跟咱们拗着，那就饿死他算了。夫人，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先饿他几天，然后让尹小东的丫头小兰端着饭菜进去劝他进食。这叫什么办法？要我说呀，直接饿死他算了。夫人，这人饿死在咱们家里，对里对外咱们都不好说话，不如加把酱，在他以后每顿饭菜中加点料，让他尽快得风疾，岂不更好？你是说老是关着他也不是办法，放他出来他又要说我们虐杀他的父亲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真的变疯，这样他说的话就不再有人相信，也不能作为成堂证供。要是他哪天病在河里，
我们也可以说是他自己发疯跑出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掉进河里，只是一场意外罢了。咱们家谁做的？药材，就在他的饭菜里添加几味。我待会儿把方子告诉你。是。还在写投资计划书呢。哦，中西医诊所投资计划书。富春哥，你要投资西医啊？是啊。甭写计划书了，你需要多少钱？我全额投资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太好了，耶！不好，我不能拿楚家的钱。为什么？因为蝶秋不许。为什么不许啊？因为，哎呀，我今天不跟你谈这个。嗯，你来找我干嘛？我是找你喝酒的，还有向你请教。请教？请教我什么？富春哥，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子夏哥哥喜欢我、爱上我呀？是吗？我睡不着，所以来拿些贵药和三角绳，怕这个助眠。我这正好有两份，你先拿去吧。我也睡不着，我也是来一天去这两个药材。
真是帮你冲泡。的时候，虽然只有一刻，但我很想念他，而且心里会很痛。你这跟抽了鸦片没两样，这不叫爱情。这种喜欢是自私的，这种喜欢呢，是自己想要、想得到、想占有。但爱情是双方面的，需要彼此呢互相了解、互相沟通，最后呢达成爱、照顾的责任。不可以。我可以为子夏哥这么做的，而且我很愿意为他付出的。倒说过了，爱情是双方面的，必须对方也这么付出，否则这种爱情是没有美满的结果。而且，哎呀，富春哥，所以我才会来找你嘛。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子夏哥，让他爱我，让他也愿意为我付出这么多呢？唯一的办法就是，努力成为子夏喜欢的女人。我该怎么做呀？但这不是三言两语、三天两夜就能说完的。富春哥，你就慢慢说，我答应你，以后我会天天照你教我的做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好，那你坐下。好。这富春老师就教你第一堂课。这第一课，尊重你的情敌。啊？尊重你的情敌？就是尊重你所爱的人。你说的是蝶秋吗？嗯，他早就不是我的情敌了，他不是答应嫁给你了吗？接下来第二课，第二课发挥女人，哦不，掌握女人致命的无敌武器。那是什么？七个字。哪七个字啊？温柔，温柔，再温柔，妖柔对你来说很难吗？不难，一点都不难，不难。富春哥，富春哥，以后呢，你所有教我的，我都会记住，我都会做到。富春哥，谢谢你，我敬你。好，只要你按照我教你所做，我也祝你早日俘获子夏的心，然后我们四个。一起举行婚礼。那富春哥，你要记得在子夏哥面前多说点我的好话啊。这还用你提醒？我一定会这么做的。富春哥，我敬你。怎么了？哎呀，你的手流血了。是我自作多情，误以为
你所说的玉露是暗指夏雨，是我，是我太自作多情，是我太傻，一头就栽进去了。